唉，大家好啊！而家咧就系2018年嘅8月23日嘅星期四下昼嘅4:30咧，4:30啊，今日休息嘅。上昼咧就已经诶去咗横街嗰个美丽华嗰度咧，饮完早茶之后咧，咁3:30咁就翻到自己屋企度。因為出面咧就係，始終日頭咧就係好熱啊，太嘅熱啦咁樣啊，冇咩嘢可以值得自己喺街嗰度逗留咯。咁啊，唉，總之好啦，咁啊，翻自家屋企呢個後花園嗰度咧，咁樣啊坐下啦，咁樣啊，咁所以我翻屋企咧，而家呢個日頭啊，始終係都仲係有啲熱嘅嚇，今日啲太陽好光猛嘅嚇，雖然而家4:30啊，但係太陽公公咧仲係高高掛起嘅，啊，所以你睇後邊嗰個地方嘅嗰啲陽光就知道犀利，加州陽光犀利啦嚇，咁我就，但係不管點熱都好，咁而家我喺呢個我而家住住呢度啊嘛，咁喺呢度上面有呢個地方可以遮下陰咧，有啲風吹下咧。都幾好嘅，都幾好啊！咁我將呢個嘢雪藏下先，有啲啤酒嚟嘅，我啲啤酒雪藏下先。我去到邊度都好咧，就係翻屋企都好咧。咁啊，我一樣喺呢度做節目咧，其實咧都係個人咧係比較充實嘅嚇。就算我而家一個人喺度啦，咁啲房東啊嗰啲可能會大家可能出咗外邊啊咁樣。咁我一個人喺呢個後花園度坐，但係我都唔會話有咩感覺到話有啲咩嘢空虛感啦。冇嘢噶，咁我打開呢個手機啊，咁就可以拍視頻咯。咁拍視頻嘅過程中，我做節目咧本身係一種工作嚟噶嘛，即係等於係我哋瑞意世紀影視有限公司嘅呢個公司啊，咁都係一種要出品啲節目噶嘛嚇。咁啊，雖然我今日休息一下，但係公司的事情嚇，就到而家我都要做一個主持嘅喺呢度咧，就係要做主持人嘅。其實都係人閒心唔閒啊，即係人好閒嚇，咁心唔閒啊嘛嚇。但係我都覺得咧，就喺自己屋企呢度做節目咧，就係悠然自得啦。咁我記得咧，就係古代有首詩就叫做咩？悠然見南山啊，就講嘅就係嗰種田園嘅嗰種風光啊，咁啊喺呢種環境之下咧，你最緊要係你自己心境，即係心境如何啫嚇？即係同樣我一個人喺度，都唔係好寂寞嘅啫嚇，咁啊做節目咯咁樣啊。咁呢個時間咧，大概喺大陸咧就係5、6、7，1、2、3，即係而家咧就係大陸時間係7:30啊，7:30，14號嘅星期五嘅7:30，即係早上啊，好多人咧就未起床嘅，咁要上班嘅人咧，咁當然係要去上班嘅。我又講啦，咁而家我一個星期咧就係休3日咧，咁啊的確咧就係覺得比較舒服咯。起碼我認為咧做嘢唔做，但係嘢係要有自己時間去娛樂嘅，唔能夠話為咗去工作而可以使自己嘅生活即係太單調咯。咁樣我覺得冇咩必要咯。其實有時休閒咧都係一種
咩意思呢？休閒都係一種投資嚟嘅，唔係話你當你去買咩房地產嘅時候，做乜事情嘅時候，你認為嗰樣係一種投資，其實休閒係一種投資。咁人咧就係畢竟係要露面結合咯，嚇嚇！咁你日日咧就係早出晚歸啊，咁樣360日啊，都係一個模式咁生活嘅。哪怕你係覺得好滿足都好，但係你仲係欠缺咗啲嘢咯，哈哈！所以我今日咧就都好開心咯，哇！一講起嚟咧，而家有啲風啊，有啲風，即係下晝時間有啲風，好都有啲係涼爽。如果喺室內咧要開空調，咁喺室外咧就坐落咧就唔多唔少咧係有啲涼。其實有時叫做心定自然涼啫嘛。有咁嘅閒情，有咁嘅時間，有咁嘅興趣，有咁嘅條件，咁你話人生在世咧，其實咧就係有得有失咯，叫有得有失啊，係咪先啊？但我覺得人生咧就係向好嘅方面想多啲。負面的東西不要太想得太多，一想得太多是無濟於事的，所以我選擇就是乜都是要向好的方面想啊。等於我今天飲完茶回到自己的自家花園呢度，我做節目啊，其實我戴頂草帽啊，咁樣啲農民伯伯的帽啊，咁樣喺呢度咧就覺得坐嚟覺得是一種幾開心啊。我自己認為自己是一個導演，又個演員，又個主持人，亦係一個知名人士咁咧。當然，即係你自我暗示之中咧，你覺得自己係一個知名人士嘅時候，你就覺得你會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咯。咁因為你係名人啊嘛，所以你習慣咧做節目嘅時候咧，你就係要多啲。講下自己心得，講下心得嚇。哇！4:35啦，一樣係陽光咁犀利嚇。啊！依家大陸咧都係早上7:00啦。其實天都很乾噶啦，因為而北京都仲係夏天時分啊嘛，轉下場景啦，如果唔係我就係咁樣做節目咧，可能咧就係太單調啲。咁或者可以轉下呢邊噶嘛，呢邊同樣都可以噶嘛，一樣可以。張開你的雙手，擁抱呢個生活；張開你嘅懷抱，擁抱你嘅快樂，讓你嘅喜悦充滿人間，就係咁。所以最緊要就係，如果一個人要充滿一種喜悦，一種境界，一種唔同嘅一種境界，呢個係我哋每一個人需要一種一種理念咯。
作為一個主持人嚟講咧，當然咧就係每講一句話咧，都係要有一種對自己一種負責任嘅嗰種標準嚇，亦唔能夠話隨口言噏。但係我希望咧就係每個人就係想要做乜事咧，要身體健康啊，心情愉快啊，身體最緊要健康嚇，樣樣嘢不重要，就係身體最緊要。人生就係咁樣啊，所以我一個禮拜休三日係值得嘅。雖然我係揾少咗兩日錢，但係人生就係需要係要一種即係覺得要享受呢種休閒。其實休閒都有價值㗎嚇。打個比喻啦，你即你不斷咁樣去勞作嘅時候，你會周身骨痛嚇，咁你都會去。當你有時候啦，哇！你覺得你自己好疲勞嘅時候，你係咪要去睇下病啊？咁樣嚇，咁你何？你何嘗唔係咁諗下？咁我平時咧，我就係做到勞面結合啊，又既能夠啊，讓自己身體啊能夠好啲啊咁樣嚇。咁其實都一樣嘅啫嚇。知呢啲咁嘅道理，大家都明白嘅嚇。好，繼續喺度坐先。望下藍天，今日冇白雲，見到話全部個天係藍色嘅，咁啊睇下啲綠色嘅嗰啲樹木，啊呢個眼睛對於保護眼睛嚟講咧，亦係非常之好嘅。你會我啊啊，仲有支啤酒喺嗰個冰箱度雪藏，咁我去攞先。咁我今日下晝咧就係飲兩支啤酒咧，呢個時間。但有冇發現咧？我有咩唔同咧？咁我先頭咧就係翻房間嗰度咧，就係攞多對太陽鏡戴喺度，戴頂草帽，係咪好似
即係換咗嗰種形象咁咯，即係戴眼鏡，不過唔戴眼鏡嘅區別係好大嘅，即係同樣我唔戴帽，又係一種形象。咁啊，戴呢頂帽啊，戴啲眼鏡係咪唔一樣啊？所以生活上又係就係道理一樣啊，嚇，就係一種心境嚇，嗯，哦。雖然我眼鏡是一種道具，啊，看上去咁樣啊，嗯，你戴對當你戴對嗰啲墨鏡睇呢啲咁嘅事物嘅時候咧，佢會睇得好清晰嘅。雖然我係黑色嘅眼鏡，但係你睇落去嘅就係睇得好清嚇。咁，啊，如果你唔戴眼鏡嘅話咧，因為佢陽光啊，加州陽光比較劇烈嘅時候，你睇嘅嘢係唔會話。好清，因為刺眼，所以我哋戴到眼鏡嘅時候，你就可以保護自己嘅眼睛嚇。咁樣做節目嘅時候咧，咁啊好有型啦，係嘛？所以其實我覺得做一個藝人啦嚇，係好係可以有呢啲咁嘅好玩嘅地方，你可以。就打領呔啦，你可以戴古靈精怪嘅帽啦，你可以戴眼鏡啦，啊，甚至你可以將自己打扮到好酷啦，可以造就唔同嘅類型嘅性格啦。或者將自己打扮成牛仔一樣啦，有陽光之氣啦。咁所以作為一個演員、一個藝人嚟講咧，嚇，你都要具備呢種，你又能夠唱歌啦。咁其實唱歌我以前都唔係好拿手啫，但係如果你練得多嘅話咧，其實唱歌嚟講，唱得多啦，熟能生巧啊嘛。咁幾時都 OK 啦，係咪先啊？其實有好多嘢係唔係難嘅，只要你有冇心去做，即係有冇呢啲咁嘅想法，有冇自己去想嚇。有時有句話叫心想事成啊嘛，咁你當你係想去做一件事嘅時候，冇話做唔到嘅，除非你唔想啫，係嘛？咁你話啦，咁我係咪知名人士啊 ？Peter 啊，咁若爾世紀影視有限公司嘛，咁我都係董事長啦 ，Peter 啦，啊，咁我又係主持人啦，啊，又係演員啊嘛，咁我認為我自己知名度好高得㗎，因為我出鏡率好大啊嘛。一年兩千幾套節目，係嘛？咁都係已經係喺片，即係個片啊，都係冠軍啦嚇。只我啲拍啲錄像埋到錢，又係下面分解啫嘛，就係咁簡單啊。所以我覺得我仲係以係知名人士自居咯。係咪？耶啊！好，祝大陸嘅朋友身體健康，親朋好友身體健康啊！洛杉磯嘅識得我嘅玩我識嘅都係健康快樂嚇。講下又講啦，我拍咗成一年嘅視頻，呢兩個月我先發覺我自己先有一種睇法，即使我都係踏入咗演藝界人士咯，
係咪演藝界啊？因為我每日都對住鏡頭拍片嘅，係咪屬於係演藝界啊？嚇、啊，嘢唔需要別人。哇！你係演員係咩？咁其實我冇講到自己做演員啫，但係通過啲錄像，係咪我本身就係一個演員啦？係嘛？一個主持人係咪先咧？就係咁嘅啫嚇。有咁嘅理想，有咁嘅想法，你想去做嘅，边个都系可以嘅啫。拍录像大家都会拍，不问系你中唔中意啫嘛。咁其實我拍錄像幾好啊，係嘛？起碼我係當係寫日記啫嘛。其實一分鐘一分鐘咁流逝㗎，嚇、啊、過咗今日又到聽日後日，係嘛？咁你係咪想話以後睇翻今日咧？係嘛？咁啲人都係想，人都係有一種懷舊，人都係想話留下多少的精彩生活的嘛，所以视频生活 是一个最好的一种，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方式，既可以充实到自己，也可以说通过拍录像学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，学到很多很多演藝界上的事情，我都即係覺得差不多了，有少少了，因為沒人聘請我做演員，沒人聘請我做導演，但我可以自己可以自己做嘛，可以自己做導演嘛，自己做演員嘛，是吧？自己安排自己嘛，自己掌握自己嘛，生活的路掌握在自己手中嘛，所以自己只話係自己想就去做，就好似我咁樣幾好啊！只係出唔出名，我下回分解。但我自認為我自己已經係知名人士啦。耶！坐得多咧都要換下地方啦，換下景色。咪一陣間咧就係一陣間觀眾嘅成日都覺得咧，好似我係坐喺嗰度嘅地方，即係換下。係啊，陽光啊嚇，陽光曬住嚇，好猛烈。但我咧就係有一頂帽咁樣，又可以抵禦陽光。所以我戴住啲眼鏡啊，戴頂帽啊，係咪好有型咧？嚇，好有型啊！你都可以嘅，嚇，你都可以嘅，嚇。喺咁嘅環境下，你中意做牛仔也好，中意做豬仔也好，中意做乜都好，係你嘅自由，嚇。OK。啊，甚至動物腳都可以嘛，啊，動物腳啊，粗粗魯魯都可以啫嘛，係咪？
翻牛豆得唔得？翻牛豆得唔得？哎呦，似牛仔咁啊！人最紧要开心，即系有首歌啊！哎呀，我又唔知道点啊，即系想唱歌啦，咁啊又唱唔到啊，真系唱唔到，因为我唔知道歌词啊嘛，啊！人天生爱玩，人天生爱玩啊嘛，系嘛？我冇歌词唔记得啦。其实呢个系我系记得歌词，歌词嘅话咧，当然我系可以唱翻首歌啦，系咪？哇，唔知唔觉又4:55啦，嗬！啲时间觉得好快，好快。好啦，今日咧就係、是、都有半個鐘頭噶啦嚇。